啊，现在是11月中旬啊，我们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呢，就听到这边的超市啊，这个广播声啊，这个我过来看看，了解一下现在超市啊这些物品的价格吧，大概了解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海珠印小区啊，他们的南大门这边有两个超市，一个是家家悦超市啊。西面那个叫克林超市，听的什么9毛9一斤呀？啊，老远都听到啊，这个报价。新鲜核桃8.8一斤，公斤9.9一斤。3040大虾25.8一斤，3040大虾25.8。每天特价。秘制卤味。咱们看看，猪蹄、猪耳朵、蒜味肠，欢迎进行选购。看看这个客厅超市的物价水准吧，主要是常用的一些啊，蔬菜水果，比如说现在香菇7.9毛9。大蒜7.9毛9，姜7.9毛9，辣椒3.9毛9，这个圆椒1.9毛9，尖椒1.9毛9。看这边啊，西红柿2.9毛9，蒜苗4.9毛9，蒜苗贵点。西兰花1.9毛9，藕3.49毛9，生菜4.49毛9，奶白菜1.6毛9。油麦菜3.49毛9，菜心1.9毛9，苦菊5.9毛9，茴香3.9毛9，然后芹菜7毛9，葱1.9毛9，土豆1.49毛9，南瓜3.49毛9，山药7.9毛9，圆茄子1.9毛9，茄子9毛9，白萝卜6毛9，冬瓜9毛9，水果萝卜1.9毛9，胡萝卜1.49毛9。好嘞好嘞，我今天这白菜特别便宜啊，2.9毛一斤啊，太便宜了。甘蓝啊，就是咱们大头菜吧，叫啊，叫莲花白6.9毛一斤。这个圆葱1.49毛9，鸡蛋是5块钱一斤啊。肉五花肉12.9，特价猪肉9.9，这个肉是8.8。真够便宜，猪肝3.9毛9。啊，看水果吧啊，这个橙子4.9毛9，橘子2.9毛9，丑橘4.98，柠檬7.9毛9，柿饼12.9，芒果5.9毛9，这个红提，这个葡萄是8.49毛9，香蕉1.9毛9。好嘞好嘞，不让录就不录了啊。好嘞，咱们家家悦啊，这个菜品也挺丰富的啊，花王9毛9，菠菜也是9毛9，地瓜1.3毛9，土豆9毛9，这土豆便宜啊。这里我没有袋子，什么冰鲜叉骨6.9毛9，后腿肉8.9毛9，五花肉16.9毛8，前腿肉8.9毛8，小腰排19.9毛8，鸡排8.9毛8，带肉筒骨10.9毛8，看这鱼吧啊，鲈鱼14.9毛8，鳗鱼10.9毛8，鲳鱼5.9毛9。白鲢鱼5.9毛9，大虾怎么卖啊？大虾24块钱一斤，鱿鱼圈13.98块，扇贝丁22.98块，法拉是6.9毛9。现在辣椒还可以哦，青尖椒1.9毛9，圆椒1.9毛8，都要比旺季的时候便宜多了啊。小圆菠菜才9毛9一斤。
大龙茄子2块2.8，西兰花2块2.9，这白菜3.9一斤，豆角也不错，青芸豆6.48，白芸豆6.99，咱们叫菜瓜3.99，黄瓜2.99，刺黄瓜3.99，西红柿2.99。这是枣，本地赤枫，赤枫是指葡萄，红玫瑰、阳光玫瑰都是，这葡萄都是13.98。进水果看看，猕猴桃9.9两盒，新疆西梅，水果也不少啊。看看苹果多少钱呢？苹果，高原红苹果3.33，花牛苹果。80的比较大的6.98，这个砂糖橘是7.88，丑橘2.99，这么个价位吧。现在，从超市出来啊，看到这有一个狗，还拉了一个小车，里面装点东西啊。这狗能干事呢，现在啊，利用起来了，这个把这个狗当马用啊，不错。